深邃的双眸，满脸的胡渣，墨绿色的夹克，不用怀疑，这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in the light of, you know, the recent news in Ukraine to try and make something that we could solicit donations and try and send them to help people. So we made President Vladimir Zelensky action figure.美国伊利诺州的公民专公司专门设计客制化的乐高人偶，工厂老板向帮助深陷战火的乌克兰人民，才突发奇想贩售限量乐高版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民众对抗俄军用的汽油弹，售价个别为100美元和20美元，相当于新台币2800元和560元。短短几天之内，义卖竟然募得14万5000美金，相当于412万台币，全数捐赠国际慈善组织。而老板也保留几个特制乐高，等战争结束后要将他们送给乌克兰小孩。A lot of people, mostly of the fairer sex, said he is a new sex symbol. 捷克设计师将泽伦斯基的大头像印成抱枕，2000多个泽伦斯基也为了乌克兰募集了将近2万美金，相当于新台币54万元。国际艺术家19号也在伦敦举办一场替乌克兰募款的慈善晚会表演，一晚就募得至少14万英镑，相当于新台币524万元。而在乌克兰境内，爱国的精神处处可见。纹身店为客户刺上爱国刺青，乌克兰的国徽、血红的战机象征乌克兰的胜利，更象征人民彼此之间的民族羁绊。独立乐团更是翻唱 Clash 的《伦敦呼叫》，将它改成《基辅呼唤》。声援乌克兰，全球一起来。镜新闻曾义中、周成伟报道。